停车场加价前夕，七车被连环驳。唔止车头车尾大银幕烂晒，你睇连车头冚都甩埋，真阴公啊！前晚十一点几，有人无视保安辣更，照搵灭火筒同沙桶等，驳烂五部私家车加两部的士。差人兜咗轮捉唔到人，之后会拎走闭路片。出事的上水粉岭中心停车场今日就加租，但有车主闹佢净系识加价，长嘅 CCTV 超唔够，劲多死角，今次应唔应得凶徒都未知啊！